试求下列各三角函数的值。第一个 ，sin 300度等于负的 sin 60度等于负二分之根号3。第二小题 ，cos 四分之七派等于 cos 四分之派等于二分之根号2。第三小题 ，tan 330度等于负的 tan 30度等于负根号三分之一，有理化完等于负的三分之根号3。